我的砍价女王，由林更新、吴谨言、林贤主演的浪漫爱情轻喜剧，讲述了被未婚夫无故抛弃的女主夏浅决心走上了带人砍价的全新职业道路，并因故结识了长盛酒店老板盛哲宁。由林更新饰演的男主盛哲宁是个外冷内热、毒舌败家的财富新贵，与吴谨言饰演的女主夏浅性格活泼外向，拥有超强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性格迥异的两人工作上相爱相杀，生活上矛盾不断，却被迫联手破解了一个又一个谜团。最终他们学会了打破坚强伪装，彼此呵护信赖的都市爱情故事。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待该剧定档我们再另做介绍，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